今天呢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就是日常会带的东西。首先，这个包比较酷的这个颜色，这个，哎，你有一个跟我同款的，哎，我也有这个啊？是吗？这么巧，哇，好巧！睡觉的时候会带这个，提升效果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哎，我要带一下，我要带一下。你也喜欢出去户外玩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BOOGIEAKA Tiger， 来，我平时会戴一个贝雷帽，就缺，今天戴了一个，哇，Yellow Sunshine， 每当我看到 Yellow Sunshine， 我就会戴起这个，对，哎呦，有不一样的感觉。可以，你知道我上课的时候，你知道上课有时候学习就是学得太猛，然后眼睛会很痛，然后就近视了，然后我就包着有一副近视的眼镜，哇，等一下太花了，因为学习太看太多书了，这太用功学习了，然后就这个就变成了我生活中的必备品。其实我生活中我一定要备两副眼镜，因为这样的话才能显示出我到底有多么的爱学习，所以我就觉得两副眼镜才能体现出我这个人的这个渊博的程度，你知道吗？ Oh my god， 对，真的太花了。这一般我上课的时候都是这样学，要不然我学不进去的。对，你是不是被骗到了？现在才是，对，现在才是我们的自己属于自己的包。其实我的包里面有蛮多东西的，吧。有一个这个兰蔻的粉底，然后就比较水，然后不会干，然后皮肤就蛮好的。用完以后，我还有一个巧克力，这不是我胖的原因啊，所以大家不要怪他。然后还有眼罩，然后一些眼罩我觉得大家蛮熟悉的了，我就平常就会在机场，然后就戴这个睡觉。然后这个墨镜这是我的，然后我就平常就会戴这个，然后。Yes， 好吧，就这么多东西。其实我包包里面会，就是经常放在包里面，其实有两样东西，就是墨镜，还有钱包。就是一个简单的水杯。我平时会喜欢自己去榨一些果汁，养生之道，就每天要喝很多果汁、水果补充维生素。发带，一个发带，这个发带呢是粉丝送我的。非常实用，一个漱口水，还有一个创可贴，是一个卡通的创可贴，还有一个最重要最最重要的重点 point， 薏仁水，消水肿，而且去湿气，特别好。黄子怡，你活得太精致了，我的妈呀！我看完了以后，我自己都觉得我早就不拿出来了，已经看呆了。